黄宝慧啊，好无聊哦，走啊，出去玩啦，好不好？不要啦。哎呀，无聊哎，走啦。不要啦。去走走走走走走。好哟，作业都还没有写完，奇怪哎，一直闹。生气了。哎，好啦，这送你啊，你不要生气嘛，好不好？好了，不要生气啦。或许啊，你小的时候就跟他们一样，总是这样吵吵闹闹的。尤其啊，当您看到这个黄杆红帽的铅笔，或者是这个黄杆蓝帽的圆珠笔，这是很多四五六年级民众小时候求学很难忘的回忆。不过现在有人会觉得看到他们好像很困难，但其实呢，当初这个产业的许多老员工，到现在还是默默地坚守他们的工作岗位。铅笔陪伴许多民众写下人生的第一个字，而让许多人充满回忆的铅笔工厂，从1947年创立到现在，坚持根留台湾。现在落脚在宜兰的厂房，还是维持着原有的样貌，隐约可以看见岁月的痕迹。现在就要带您走一趟铅笔探索之旅。你来了，我今天有任务在身。是怎么说？看到我拿这个，哦，那个是黄杆铅笔嘛，还有一个那个黄杆蓝帽的圆珠笔，我们叫它圆珠笔啊，是我们匿名的。今天就是要带观众朋友来找他们童年时候的求学回忆，所以校长，哎，你在干嘛？哦。我在排木板啊。排木板为什么？你是最近的兴趣吗？还是？对，我在体会我小时候在攻读的时候，放假的时候，这攻读生啊，在那边排木板，跟小女工他们一起排木板啊。排小女工，你说这是一个工作？这不是您在玩积木或什么？哦，这是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把木头啊，借着太阳光，借着风把它吹干。是。所以我们把它堆起来，你看看这有缝吗？这个缝的话，就是您现在是交叉堆叠，就有缝隙。对对对，然后太阳从中间那样晒，把它晒干。可是校长，这个又跟铅笔有什么关系啊？哦，因为我们铅笔是两块板子合在一起的，木头它本身有伸缩啊，会热胀冷缩，是，所以我们先要把木头做成一定的干度，然后它能才合乎我们生产稳定的条件。所以校长现在排的这是铅笔的原料就对了。对，这是我们的铅笔板，这个铅笔板是从大的树木哈，树的当中都是很扎实的，也是木头最好的价钱，所以拿出来的话就做窗子啊、椅子啊、窗那个板凳啊，是床铺啊，嗯，那边上的材质树皮削掉以后，还有边材有没有？边材我们以前就丢了，是。后来我们发现说边材可以拿来做，哎，做铅笔啊。校长，我发现呢，这个木材虽然是您说是比较大家可能会淘汰的，但是他们有个香香的味道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分多金的味道。分多金？哎，你们看铅笔用铅笔刀的一削的时候。哎，你整个办公室就闻得到那味道，有那个可以振奋人心，你知道吧？所以木头是最接近人的，木头本身就会呼吸，所以有木头做出来木头铅笔啊，哎呀，那个比自动铅笔要好多了。真的，人家说天然的雄鹤。那校长，我有疑问，那像一般你们这样排会排到多高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已经很高了耶。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晒木板的，所以我们面积越大的话，越省工资。您是说这个圆周其实圆周更大，加大一倍多？你说以前的16片，我们现在这样是只有8片，8片，对，我们这样16片哈，做成185公分高度。所以稍微歪一点，就像比萨斜塔喽。哦，对对对对对对，就烤地瓜的。我们说你在烤地瓜炉。不对，那你排完晒干之后呢？怎么？我们在外面晒嘛。对。天气很难控制啊。对。下雨刮风就要赶快搬进去。
这可以搬的。你是说这样直接搬？对，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搬动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以前是一个人排一个嘛，哦，是，那用奖金嘛，一小时排三个奖金啊，哎，工作奖金啊，哦，工人就是工作奖金，他赚到要养家，一天都要靠这个养家的呀，辛苦，一个小时搬做三个，然后我们说你三桶以上就有奖金。结果他们自然慢慢变两个人坐在一起，是。后来最经济的就是三个人一组。不过校长，我还是有疑问呢。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排好了，然后您也说一般需要把它风干或者晒干啊。但是你看这扁扁的一片跟铅笔这是圆的，我还是搞不懂它怎么变的，怎么样，它怎么变圆的？很多人说是铅芯用穿进去，把木头挖个洞把它埋进去。我也是这样想，就是没有，就是不是是两片木头做起来的。我带你到工厂去看。工厂啊！哎，对，你看我们的工厂48年了，那些老机器还在继续做，很有味道。走，秘密基地吗？走，带你去看。哪边？这边吗？那边的。OK。好，我们现在来到就是铅笔的秘密基地，可以这么说吗，校长？当然。我可以看看我们铅笔是怎么制作的。我觉得这个秘密基地一定很有历史吧，因为我觉得整个感觉历史很久了，有看到整个厂房的感觉。我们在48年在这里还能继续维持生产，能生产出标准产品，这个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真的，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步骤我们要看的是什么？铅笔。这就是我们刚刚就是在那边打校长，骗人。骗人啊！你看，这哪是刚刚打？你刚刚哪有这样一条一条这个，很像那个一个沟槽的这个东西的？对，我们铅笔板是这样子嘛，哈。对啊，刚刚是两面都是平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有一面已经有一横一横的那个凹槽了。对，我们铅笔板这样子哈，我们先要把它削掉，削成全部标准尺寸。嗯。削完尺寸、削边以后，我们就能自动化生产。嗯。那刚刚讲的铅芯要怎么样摆在两块板子里面？所以我们先要把铅芯槽要挖出来，这是铅芯槽，挖了铅芯槽以后，你可以看到我们铅芯就可以埋在里面。我们把笔芯这样子一个个排进去，嗯，然后排进去以后，然后我们就要上白胶，两面上白胶，然后把两片板子合起来，这样子粘在一起，好有趣，哎，这样变成三明治，你看一芯两板，好可爱哦。但是我有疑问呢，您说要把这个笔蕊放进去，对，您看它这个这么细，您不要说排多了，我觉得我排一遍我可能都斗鸡眼了。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个核心机啊，嗯，把两片板子跟铅芯两边胶水一次做完，你要不要来看？你说用机器来排这个？对，我们用自动机器来。校长说的就是现在这一台机器，对，所以它现在你看没有，它的板子这样下来，看到没有？它轻轻就这样自己出来。板子一开始是放那儿。对，它就这样出来，然后轻轻上来，它两块板就连在一起，就这样出去了。哇哦！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对，然后两个胶水槽就把它胶水上上去。像这个机器的发想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发想，我们自己研发的。好厉害！所以你看到这简单的动作，但是当初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很不容易啊。有很多的智慧。我们再去看别的好不好 ？OK， 没问题。哇，所以刚我突然我本来以为是要纯手工作，要做到什么时候？原来是我们有这么方便的这个机器。对。那之后呢？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已经把它那个弄好合在一起了。我们现在那个三明治弄好以后，我们要把板子夹起来，是用两颗铁把它夹起来，然后再去进入烤箱烤干。嗯。然后胶水跟铅笔完全定型。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枝，切枝是说把它切一枝一枝，一枝枝。你看哈，我们现在这三明治的话，我们先用刀子把它切一半，你看没有？切到一半，所以我们用刀子先切一半，然后反过来的时候再切一半，就一支一支铅笔会就跳出来。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平面的，但是我们先把它这个铅笔的形给它，对，可比说圆形的就挖成圆形的，六角就挖了一半的六角，再翻一面。像烤饼儿一样的，真的翻面儿，再来一次，有趣，我们来看看，哇，很震撼，对，拍这里，哇，你看没有，哇，已经要跳出来，有没有看到？所以其实就是，那这个就变成一支一支的木头铅笔了，看到没有？
它现在就是从合板开始，在铅芯在里面，然后做成六角形的，整个一把一把一支铅笔，这个就是原木铅笔了，还没有上油漆，那就是说裸铅笔。哦，裸铅笔。然后下来以后，我们要看给它穿衣服，铅笔要油漆。对，然后到油漆，我们到油漆部里面去看看，好吧？走，好多道工啊！我们再去，我们往那边走。好，所以您是说现在这个太赤裸了，不太好就对了。这是我们是大家外面说是裸装的，因为还没有穿衣服，那我们叫毛杆铅笔。那我们刚刚这个成型以后，上面有木屑嘛，我们还经过一个刷子机器把毛把它刷刷掉，刷干净以后，我们就要给它上妆，就是要穿衣服。那穿衣服的话，就是在这边，我们整个厂房就是在这边专门给它穿衣服的，这叫油漆的上漆机。油漆呀？对，我们要把油漆上上去。换句话说，我们先要把底漆要弄上去，我们先要加底漆。对，因为木头有纹路，有毛细孔，用底漆把纹路先填平，然后四次的底漆，然后再加上面漆，三次的面漆，然后还加上颜色，红的、蓝的、绿的、紫的，然后再加上亮光漆或者是消光漆，这样它九次，它每一个过来的话，你要记得哈，是它都要经过烤箱啊，就像汽车的烤车烤漆的灯啊，对，那个是摄氏230度，然后我们要烤，汽车才烤四次，我们这边要烤九次，最少九次。九次跟五次会差别在哪？我们拿笔不就是这样写，我们会感受到差在哪边吗？哦，那因为你这笔的话，我们专门做的话是为着学童写字用的，所以学童的手是很细润的。对啊。所以家长都很小心，我们用细润啊，不要让那个木屑擦到它。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卖点要好，要亮丽，所以我们烤九次。那另外你晓得，我们在上班族的话，做设计的人更讲究那个 feel 啊，所以那个 feel 很重要。九次给它穿上，漂漂亮亮的。所以这也是经过研究，对不对？对对对。校长，那你说这个机台啊，它就在一个书桶在这样上一道的工，它就像一个 cycle 就是这样循环。我们是从油漆罐里面哈，经过油漆，然后这样子过来。他为了他使他能烤干，他要照这样子要跑八层楼上来以后，再回到原来希望，主要完成一次烤漆。所以校长，我们的源头就从那边开始油漆过来。对，我们在你像油漆罐那边看它源头。你看我们的油漆罐在这边，我们在这边换不同的颜色、换漆、换的都在这里。所以每一支铅笔从这边很有秩序出来。然后这个机器很重要，我们是。一个人要管三台机器，他不是自己会动吗？还要管？对啊，有时候衣服没穿整齐，来吧，修饰修饰啊！来看看，我们来请他来帮忙，来看看。哎呀，一号，对，我们现在要来。那你看他怎么来帮他穿衣服的？怎么样把他弄得干干净净？我们现在要把这个铅笔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整理呀？如果说要笔乱的话哈，就我们要帮他整理一下，不然到前面的就是笔不整齐的话，要把它整理一下就对了。到前面的错会乱的，机器就不能跑了。那我这个先交给你了。哦，好。那我现在跟阿姨，现在我要看怎么把它们对齐。对对对，你要把它。每一个衣服穿得漂漂亮亮，才能嫁出去啊！压力好大，好，这样嫁不出去。真的，那我现在就是这样牵手吗？对对对。那要还要推吗？还是？对。好，来，那你带着我做好了，你看要怎么样呢？那这样做，啊，我们这样把它弄平，弄平一点。那这样机器就会顺。所以有的，可是我觉得这样会好像很容易会把那个笔画掉哎。不会啦。你多做几次就有薪水了。实习的时候没有薪水的。哎呦，我会努力的。原来就是我还是因为有时候他这样出来，对，会有点。你看这个就跑出来了，所以我就要把它这样弄。对，你看这个也是的哦。所以虽然是不听话的，让他听话。像我们下面这个不听话的也是要弄，也是要把它弄好就对了。所以虽然机器是全自动，但是还是要靠人的一点用心去把它弄到最好。在帮铅笔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衣服之后，接下来要考考您，您知道这铅笔还少了什么吗？我们来看看啊，
那个铅笔上面有橡皮啊，它是怎么去完成把橡皮套到铅笔上面？哇！哎，你看看，就是这个橡皮成型机啊。橡皮的成型机啊。对啊，你看呢？哎，他们好像每个都有一个动作，是不是？对，它这个是，我们先把铅笔上面哈，先把木头削掉一部分，刚刚不是穿了衣服的油漆吗？对。要把它烤掉哈，然后我们再用铜套。把它套上去，哎，你要不要套套看？您是说一般我们以前是用这个人工的方式来套上去，然后再拿橡皮，再一个个接上去，再进来，这样子。哦。然后套好以后啊，我们再用老虎钳把这边木头部分夹死，把橡皮夹死。现在这么多的动作，就一部机器都可以解决了。我有疑问，不夹的话会怎么样？哦，不夹的话，它就这样子出来了。或者小孩子喜欢咬橡皮头，有些设计人不是很喜欢咬橡皮头吗？没错。小小咽下去的呢，那不是麻烦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它打进去，打对，再把它夹死。对，你看它夹过以后，它这边就有齿纹的样子，看到没有？嗯，这都有齿纹，已经把死了。原来，但是在之前还没有机器的时候，就是靠我们人就这样一个一个套。对，然后用机器用脚踩，一个踩。其实这个动作不难，但就是我要一直重复做。对。塞上橡皮，终于制作铅笔的最后一关大功告成，满满的感动也涌上心头。从1964年的第一支六角黄杆铅笔开始，到现在将近50年，最初的生产模具还完整保留，而每位资深员工坚守岗位的用心，更让每支朴实的铅笔更显无价。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哎，因为小时候就拿铅笔，不管是写作业还是考试都用到它，但是我竟然今天是第一次看到原来铅笔是这样被做出来的。对，有没有很多民众来到这边跟我一样觉得哇恍然大悟？是啊，做一支铅笔不容易啊，你看你刚刚看到了，真的从木头的选木头，然后木头的不能变形，然后从它去掉它的物理变化，对，然后再把它铅芯石磨也是好贵的石磨，把它做在里面，然后找不同的规格，有19种。你知道 HB 吗？你知道2B 吗？对，考试2B 吗？没错。那设计人员需要6B 啊，然后这些东西都能把你一支笔能把你所有的思想借着笔能够发挥出来。刚刚在工厂里，就是上了你讲的木头没有木头的香味，但在里面我又闻到了人情味。对了，是不是？数数算算什么？25年、35年，比比皆是啊！真的，好多你刚刚在照片里面，在记录里面的，我们那个陈阿花组长，哎，你晓不晓得？他已经是退休的祖母级啊！祖母级啦，但是从少女就来公司服务到现在。他若是没错，应该是16岁就来了，是做到现在退休了，退休3年了。嗯，他还继续说，我能不能继续来工作？哎，好可爱！我在想，他一直把技术传承。那种把厂里面的家的味道，你知道家是最美的，最感动的是什么？嗯，他们培养出多少个博士？我们这些老同事，他们跟我讲，现在有他两个孩子，两个高考都考上，在政府机关上班。我听到的同事告诉我，已经有9位博士了，是我们员工带下来的。其实让每个员工像家人，让大家心融在一起，其实做出来的东西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家公司有没有用心在制作这个东西？这支圆珠笔你应该都很熟悉吧？嗯，这圆珠笔的产品编号哈，对，是 F220。是。那这支圆珠笔为什么用 F220？ F 是工厂的英文叫 factory。是。做这支笔是220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心血在上面，他的名字都写在上面。你晓得我们定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把大家一个家的感觉弄出来。刚讲到，其实要员工像家人不简单，但其实
从一开始的第一支笔到现在一路走来，其实也是更不简单。尤其我们要面对很多市场上面的一些竞争或者是冲击，我们要如何在这个洪流当中继续站稳我们的脚步？我们做文具事业，人家发财轮不到我，但是经济不景气，他们还是要用笔。不过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的话电脑取代了，大家身上有笔的，你身上有笔吗？几乎没有笔了，所以笔被电脑取代了，所以这些取代是最大的致命伤。还有镊子品，差的，价格竞争的，所以你要用一支铅笔，我跟你讲，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创意能带出来，把你的味道能写出来，能发挥你自己的，告诉你还可以改，马上橡皮就可以擦了，然后你马上可以涂，可以素描，可以做什么，把你想出来，一支铅笔能够把你带出来。何不如用一支好的铅笔？所以刚刚上网讲的，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脚步。同时，我们虽然坚持我们原来的传统，但是我们也不忘要创新，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就把工厂改名字叫做学校了。对了。所以您就叫做校长了，对不对？我们四年半改成铅笔学校，最主要是为了让你能够亲自的体验。48年前，或者是我们讲更早的精美厂，60年前的工厂，他们的氛围是什么？那个时代的背景是什么？有一个产业能够过了一甲子，然后在这里带出人的味道，所以用铅笔学校成为观光工厂，然后亲子活动、创意活动，你可以做一支铅笔 ，DIY 做你自己的。我用创新的手法吸引人，但是也把它吸引来之后。再让他去体验这种传统的东西，对，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是有铅笔学校嘛，学校一方面教你怎么样认得一个好的铅笔，更重要，有时候教你何等用握一支笔，笔握把千百种，是，但是正确的握笔，真的，应该是这样，也是个学问的。对，我们有时候在告诉他们怎么样握笔，你笔拿对了，笔选对了，你写出来的东西自然美丽嘛。时代变迁，大环境影响，更要站稳脚步。除了坚守传统，我们还看到创新，展现出了铅笔不同的生命力。玉兔在台湾走过一甲子，我们用诚信代表我们的产品的良心，所以做一个在台湾制造的有良心的产品，你看看。这些祖父们常常讲到我们的产品，那40年代、60年代，他们也说玉兔的产品朗朗上口。那我们愿意本于这精神继续在台湾发扬光大，你继续使用，使我们产品自然会发扬光大。